好，咁样大唔大声啊？只 game 应该 OK 啦，只声。系啦，住住嘅训练加门系啊，我准备都慢慢玩翻。即系当初唔玩系因为佢更新太慢，咁而家更新翻我又可以去玩翻。哇，氣氛都 OK 嘅，你真係見到十幾兜友喺坐喺側邊又玩緊，一定玩緊嘅嗰啲，係啦，冇可能唔係玩緊嗰啲。即係又啊，咪坐埋一邊喺度散步定乜鬼嘢，食支煙咁樣又唔係，佢咧揸住啲電話喺度玩。嗯，今日帝亞老家嗰個地方咧，應該有幾多個啦嘛先？30個啦，應該唔止。就应该唔止，我哋企咗大牙老虾，俾十几廿只古喺度围住，系咁喷喷喷，60000+ CP 嘅大牙老虾就咁就俾佢喷死咗，就俾佢残杀咗，好阴功咁样。啊，我几帮战队，两个小学生奇异花用乜乜乜，奇异花唔系咩花花，追翻进度之鬼咩花花。妙蛙花都唔会读妙蛙花，好难读其实。虽然呢一个系形容，哇顶啊！闪光系边啊？冇大身喎呢度。闪光系小翅蛋度。我仲要攀石啊嘛，好烦攀石。唉，唔带 baby 了。所以攀石，我想知道各位呢度系咪要攀石啊？protein 冇攀石啊？哦 ，OK 啊，咁我就要攀石添。我啲心金仔，脱重绳呢个唔使啦。到时打我就喺白岩山度过一身嘅，唔识走。好，就好似之前讲过啦，《救命六宝石二》嗰个结局咧，唔系结局，《救命六宝石》嗰个剧情咧就系、是、入其他虫度去挑战训练家啊嘛。咁嗰次就系入咗去白岩山之后唔识出翻嚟嘅，系啦。咁点解 Web 一路都唔见咗？就系、是、因为咧冇路翻落嚟，唔识出翻嚟，所以一路留喺嗰个白岩山入面。呢、這个就系我自己整出嚟嘅故仔，系啦。嗯，又慢慢行就得啦，咁样其实 OK 嘅，即系撞怪嘅时候快飞，未撞怪嘅时候就慢慢行，飞步先。啊，高山出嗰日喺街捉到四五点，仲有30-40个人。唔系啊，之后香港兴嗰一排嘅话咧，个公园咧百几兜友喺度跑紧步噶，百几兜喺度追只卡比兽啊、化飞啊嗰啲啊，有啲啊捉唔到阴公啊。我曾经见过咧，上去有啲顶咧排队啊，荡失路小孩，阿咩只老笨冇学飞啊，系啊，好夸张噶嗰阵 Pokemon Go， 喂，到咯已经，到咗咯，10分钟搞掂佢啊，我哋嘅点点点嚟啦，我哋嘅最终大佬，我哋最终 boss 嚟啦，100力嘅 red 点点点点点，梗系望佢个样啦。喂，好，嚟啦 red， Pokemon 嘅 trainer red want to battle， 皮卡超出嚟啦，声欧，雷超。唔系比卡超，系雷超。哇，雷超大喎，快过我，好大机会快过我啦。但系都可以试下嘅，应该就快过我嘅。诶，冇错，都系冇事嘅，应该真系快过我嘅，应该真系快过我嘅。嚟啦，闪光。呢个系10000伏特，好似定唔知应该唔系军天雷呢、這个，好似10000伏特。跟住又用地震啦，咩技啊？应该哇，百万踢应该唔死啊嘛，顶得住嘅咁高防。顶住，撑住，唉，好哇，爆好激，黐孖筋啊，真系震爆啊！
记得我嗰只红色嘅龙龙岩，哇，扣咗一半，其实可以走得嘅你都。至于呢只，咪边只最快？冇咯，死咯！呢只啊，呢只得唔得啊？呢招应该未死嘅，喂，唔系我应该死喎，药物盾、药物防嗰啲嘢。喂，我快过雷超喎，唔系嘛？奇异花呢好似系，系啊，奇异花，收东关先，有啲机会啊！喂，苏拉边，苏拉边啊，假 wet 雷超冇咁劲，十万伏特，唔系比加超，雷超慢过比加超，唔系雷超快过比加超。但不知道为什么慢过大力我真的这个什么这个不是太医啊这个好像是太医啊这只哎这只东西喎地震啊哇好多小道啊高压水泵高压水泵搞掂，呢只系咩啊？哇！呢只地震啦、啊，哇！复古佢用震，哇大和两铺，哇死咗，复古啊条友，哇唔中，仲有赢啊！其实食药应该赢到嘅，我系转水军先。反啦，镜反，再镜反，爆死啦！喷火龙，高水，哦，龙轮啊！等佢晕之后，我打佢先。飞沙脚，差唔多晕啦嘛，仲未晕，晕啊呢下，打自己吧。Oh my god！Oh, 我打部机会可以唔食药赢，应该可以唔食药赢嘅。背背啊，背背。装翻个地熟先，地沙啊嗰、那个，系咪有个地沙噶？地面岩石好似冇喎。啊有，喺呢只度好似冇记错，唔够位。Ice type 呢个钢系岩石系，食个 candy 咯，又系俾水军咧直接食，跟住收翻啊穿山王嗰个系啊，穿山王啊柔软沙子加地面系攻击啊 ，very good 啊，好 OK， 再嚟点点点，好，原来我可以快过雷超，我真系依家先知道。同埋正常咧，我记得 Red 系咪乱咁调嘅咧个次序会，定我记错咗啊？定系边一只会系咁？差啲晕滞真系。又慢慢等啦，系啦，我哋都加速咗七廿几个钟啦，咁你又慢慢等，应该一下秒嘅可以。系啦，搞掂。Super effective。Enemy light chill。好，水军，奇异花，呢度一定要用急冻光线啦，因为佢用苏拉鞭，好在佢用苏拉鞭，不过佢用吸收应该打唔死我，佢一定要100攻左右先打赢我，我觉得佢100攻嘅草技先打赢呢只鳄鱼，应该系，有努力值啊，所以呢度一定唔用得连切啦。啊，苏拉边啦你，哦，速现新拉，好，搞掂啦，急冻光先，好 ，super effective， 跟住嘅系咪背背啊？跟住，我先。
定系卡比啊？啊，唔系卡比啊，应该系贝贝啊，贝贝嚟啦。贝贝我就用地面打啦。其实呢度切都得嘅，应该试下先，切可以切到几多？佢打我点伤咧？佢如果高压水波应该打唔同我嘅，我可以一路切落去嘅。正常嚟讲，净系打多我40左右咯，系咯，40。咁我一路切落去啦，有咩屈连切咯？好，佢仲有机会唔中添，啊，顶多佢一次爆击都系打到100几啫，唔爆击就扣我40到，咁我就可以一路切落去啦。哇，已经越嚟越多啦，见到啊？下一下有机会死，哇咩噶？神秘守护，好、哦、神秘守护，再切。咁样嘅话咧，卡比受咗一下死，呢下应该未死住。哇死咗喎，爆击啊？冇爆击喎，嚟啦卡比受，阿包 to 卡比受，嚟啦卡比受。佢手呢小动作真系过瘾，好，起码打到有个一字到啦，系嘛？去啦，一字，好啊，点啊点啊，去啦去啦，继续去啦，继续去啦，死啦，搞掂，连次有极限过咗嘅会变翻零 ，OK， 冇问题。呢只咩噶？哦，车你水晶龟，好，再次啦，过极限未啊？仲有啊？你见到拉斜都打到咁多啊，知搞掂啦。嗯，应该赢咗啦，已经赢了，我哋打赢咩啦？靠住呢招连切。嚟啦！你冇可能赢到我嘅喷火龙啊，应该冇可能赢到我嘅，应该啦。嗯啊，应该可以一下淋死嘅喷火龙，因为喷火龙太弱啦，个防御得防血啦，所有都好弱。啊，理论上应该一下秒嘅，搞掂 ，super effective。考屈技，考屈技，顺利了。我哋已经打赢咗咩啦？就咁就点点点啦佢。个10,000 for winner，winning， 寄咗啲俾阿妈。好，翻咗屋企啦，咁就。以为我要帮大力个改咩做 DM49，又摆开次机啦，各位。真系大约10-20分钟到嘅，不过其实去到后期真系唔算话太难，真系太难打，因为你最难我最艰辛嘅阶段都过咗啦。呢只 game 最艰辛嘅地方就系四天王啦，劲敌啦，系啦，一开头嗰个喇叭塔啦，如果你系火咧就火嘅话应该可以轻松少少过嘅，但系如果你系水咧。咁啊大镬啦，草都比较麻烦嘅，草都比较麻烦，因为你草系打飞行系啦，因为你草系打飞行系啦，所以都最艰辛就系头嗰道馆同埋啲咩啊，同埋就系劲敌啦，劲敌都系一开头已经15咧，啲劲敌嘅劲到黐孖筋，非常之强劲，冇错啦，最艰辛都过咗啦，咁其实去到关都已经完全系不成问题。再加上水军呢一个嘅镜面反射太屈机啦，同埋加水军佢个防御同埋突防都比较强咧，都做到一个输出嘅，系啦，做到一个输出就系咧，对方如果用龙技咧就可以反射啦，非常之好嘅技能，我觉得水军用嘅话，同埋水军有自我再生嘅，如果正常系嘛，我冇记错，水军有自我再生啦，咁就可以不断屈人机嘅，可以透过呢招啊，九极六未打劲敌啊！100呢又冇等级差就平安系啊，遇见山冠军，我哋仲有再打冠军啊，好啊，我哋仲有剑喺嗰度等紧啊 ，OK， 即刻上去打爆佢，
好。咁最艰辛嗰度我哋已经高度过咗啦，可以话系。因为白岩沙系遇见沙喺蘑菇蟹嗰度，我捞乱咗添。可唔可以飞咗？啊，唔系，我冇比加超啊，我冇啊，大比鸟啊。咩咩啊？呢个系唔知乜鬼嘅呢个系。好，我系遇见山蘑菇蟹。等先，咁我哋可以掉走啊小刺蛋啦，今次。跟住出啊，比，好啦，比，遇见山。咦，我喺呢度嘅啫，哦系，白岩山喎。遇见山喺呢度啊嘛，系嘛？遇见山咪呢度啊？好似系，我呢度咪就哇顶九啊八咧，哇一招泰山顶，我要收我档啦。遇山咗二 van 皮比跳舞啊，跳咩舞？跳月亮舞啊？遇见山进化舞啊？定系？你跳完之后会进化噶嘛？你围住啲月石啊嘛！嗰阵嗰个动画系用错几点？砸屎啊！嚟，哇！十只老鼠，火啊！火暴兽，风神丸，三只都系，除咗九尾之外，嗰两只都几劲。不过九尾都劲嘅，不过。后期嗰先劲咯，九尾一路噶，好多火虫嘅咩事喺度？咦，冇精灵中心喎呢度。喂，嚟咯咁快，我都未准备好，一入去已经出嚟啦。OK， 会俾你睇下佢就话，扭拉地震啦，切。呢只咪噶？哇，大菊花嚟啦！我呢个慢慢嚟啦，继续切佢，应该切到一半就得噶啦，或者唔一半啦，三分一，跟住下一下就打，应该阳光烈焰嘅佢，阳光烈焰啊，得啦，阳光烈焰又点啊？佢啲草丛多数都系阳光烈焰，咁呢个就系佢哋嘅弱点啦，草丛嘅。好，又系连接，也是啊！我都系靠连接先赢到劲敌嘅啫，呢度真系咩嚟噶？呢只唔知咩嚟嘅呢只，我乌鸦啊！死啦乌鸦，系冇乜可能唔死嘅依家。太屈机啦！呢招实在冇连招，应该赢唔到啦，应该赢唔到呢个版呢个水晶嘅版本啊，打唔到四天王啊，亦都圈圈红再连招咧，呢个梗系仲使问，加咗咁大，佢用咗五下咯已经，你真系咁劲十攻，佢递增咗几多啊？之后佢好劲，我一嘢片佢，可能唔死嘅圈红啊，是话可能红血啦。都冇红血添啊！呢度尼多王啊，用水技啦啊唔系喎，刺窿窝照咳啦，唔使问复数真系复数真系十三系咪？十二、十四、十八、十一百六十啊，系咪咁样系叫复数啊？唔识数学。
呢个咩嚟噶？唔识呢只咩？我中意系利多王咧，成日都搞乱咗个名字。哦，班智牙哇，得啦，班智牙死我一边啦，可以。拜，班智牙，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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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结了。试下谷翠叶打多镬，唔好啦啩。同一隻 game 打到我冇乜嘢睇嘅样，我都系用我啲，都系用连接嘅，到时搞咧废柴。好 ，I'm going to Pokemon Chain Ever. OK, listen. I'm going to prove how good I am by beating you.拜拜，啲 MK 仔想赢我？呢度去边噶？哦，呢个边度嚟噶？哎呀，皮皮啊！就喺呢度跳舞啦，佢跟住怕丑走咗。佢喺联盟等你，呢个啊爆咗佢啊，唔使爆啦呢度。月石啊，又开心，好得意，好过瘾，啲声都好过瘾。点解有两个冻住佢呢度？跳落去呢度，唔好跳落去。点解呢个 FPS 突然降低？我想知，系咯，突然降低个 FPS， 你啊？依家正常翻啦，喺联盟等我 ，OK 啊，蘑菇蟹，可唔可以出翻嚟第度？喂，哇，好有型啊，好肥啊，只雀，只雀好肥啊！哇，美纳啊，大美纳，哇，尼玛好有型啊，尼玛呢火 ，HP up， 老鼠啊，系老鼠啊，喺联盟等我啊，咁我要再打多次联盟定系咩依家？系喎，好热。你有咩挑战联盟系嘛？你有打八仔 ，OK？ 我非常之犀利啊！训练咗一只超劲嘅虫啊！准备我而家要挑战你啦！好有嚟啊 ，OK？ 有咩新虫啊？喂，又啊呢只摆头啊，轻松啦，茂拉，照旧一样战术啦。好，照旧地震，跟住开始连切啦又，或者试下唔用连切呢度，唔用连切打打如何？如果佢冇换重，应该都唔够打嘅。其实，如果佢冇换重咁样咧，我冇用连刺，应该都打唔赢嘅。系啦，有换重都可能打赢嘅。BGM 变咗 ，BGM 变咗咩？因为佢系下任冠军啊。八二啊，我哋水军。咩虫啊？我又系阿边个？又系阿菊花。好，发动光先。嘟，两下应该打死嘅呢只嘢。两下急动光线，如果打唔死我就死啦。死啦，过半啦。打咗佢70%。喂，光墙？哇，大镬！佢开咗。佢开咗特防墙啊！我用地震啦，啊唔系喎，佢冇毒喎，好似系嘛，斋草啊，系喎顶系嘛，真系两个烈焰得啦咁，去死啦你！你不妥我啲回血啊呢度，搞掂。咁依家佢仲有。两回合定三回合嘅嗰场，唔紧要啊，我记住。
呢只系乌鸦系嘛？冇错，乌鸦都系两下死啦，唔使问。好 ，Ice Beam 急冻光线，应该都打一半嘅呢只。好，掂啦。唉，你真系唔好彩，拜拜。设定集讲，傻仔阿金咪弱咗就赢咗，输咗俾佢，搞掂。咩名啊 ？Unsaring， 边个 Unsaring？UR 系咪 Unsaring？阿沙荣，哦呢只嘢啊，呢只系真系几难搞嘅。诶、欸，完咗，我冇计用水都唔使问。安啊，去死吧，圈圈，掂啦，有咗神秘水滴有几巴闭又，呢招咩拳啊？应该唔会死嘅，最多咪黄。武王点啊？一班加拉嚟嘅时候，我就即刻落地就埋啲水又得，因为呢度好似冇沙尘暴啊嘛，系咯？佢冇缓重啦，系嘛？会唔会突然间弹只咩出嚟？哇！阿黐窿窝，黐窿窝，我用水军打。靖蠢菜足够啦，大力呢个大力鳄可以翻嚟啦，你哇高速移动唔紧要啊，我呢度再反镜反开龙技啊，得龙技佢起码打我一半，我大约反翻280俾佢啦，应该打到140度。打得唔少嘅，103又反260喎，206好似未必死喎咁样，因为正常我都287啦，佢应该都有200几啦。唉，系啦，真系，金冻光线有啲啊，佢回血啦，喂唔会，啊唔系我都赢到佢，应该赢到佢噶，赢唔到我就死噶啦，啊好在啫。啊，系啊，佢开咗咩？佢开咗龙龙唔回血嘅，我傻咗呢度有。仲有一只班吉拉，我快过佢啦，系嘛？如果系班吉拉嘅话，班智啊，拜拜。冇沙尘暴啦啩 ？OK， 高压水泵。安啦，受死吧！地震唔惊，不过我哋仲有大力我喺后面啊！呢、這个版本无敌海马，因为自己破坏光线仲逆轮 AI 嘛，梗系用力逆轮啦，方便啊！拜拜，班格拉，拜拜，搞掂啦，咁就远胜。哦，魔王年始都打赢啊，都唔错啊 ，MK 新 ，OK 又输咗，好，我一直冇办法赢啊，我估唔到咧，我啲精灵咁废啊，拜拜，跟住点啊，仲有冇剧情啊，佢仲会唔会又打多次，佢都系冇换宠，又话有换宠定咩嘅，啊唔系喎，应该系，如果系正常版本应该有升呢嘅话。正常是什麼 level 啊？正常应该是60-70吧，打劲敌的时候，不是阿威是80。咁头先御剑山正常几多 level 噶？我翻屋企打赚咗几多钱？因为版本冇变化，冇剧情了。阿顶，打翻咗 Pokemon MMO， 跟住揿咗一下飞咯，顶。
可唔可以传我翻啊，老友？冇剧情了，点样可以翻翻去啊？我系咪入？系咪最近系入白岩山啊？会有闪光出嚟喺度，应该唔会嘅。乜又嚟到有红色嘅滚龙岩？龙龙岩？诶、欸，又要过多少少？坐电车系，我一坐电车一阵坐下试下。我都冇估到，冇唔记得呢样嘢。话小朋友，大口福到啦！啊！你攞我几多钱呢？究竟 get 哇！佢揸咗我190,000，我自己揸100,000，首次100,000蚊，14个毒监。Do you want to save some money? Yeah.